这波先丢了一波头之后没有着急出，哎呦，还是混死了，躲在烟雾弹里面，准备拼Hunter，勾一下，连跳拉枪线，电子哥找出来了 ，Perfect 秒掉，但是 Perfect 补掉了电子哥，打的那个赛又打了电子哥，那就直接下 B 吧，三楼下有人，一个左一个，再给你来右一个，绕进去了。 尼克选择先躲，他觉得肯定会有人反。梁上站好了，买什么包呢？买了个铁板包，铁板上被上打掉了。可以，一打一。尼克没甲，先被偷了一枪69血。哇，perfecto。一v一地形，后来打了一个，但是补枪有点快啊。这把普莎给我杀了几个呢？连带，鸟狙没打中，但大 B 哥已经吹掉了Hunter，这人过来强行找Nico了，吹风机追着Nico的鸟去吹，没办法了，强行吹。是的，无敌血，这样的话波妹就站。反应挺快的啊。对，可以方向，买了个武器。武器没敲头，根本没威力。现在被吹掉了，很轻松这一局。哎呦，这不来了嘛？一颗，又是电子哥。外场还有谁？外场有 Simple， 他新一脚这把 AK， 哇，另外一边也在针对Simple，那Simple这边OK怎么说？哦，这边原地反秒可以解 AK。 可以保 AK 啊！你看剩下 NaVi 都是什么枪？三楼先等着。这门三个人先打，给了颗三楼下的闪，没闪到，被背掉了。走了，保枪，保枪。对，直接走。不敢追，不敢追。哎呦！哦吼！远点杀鹰赛过大狙，下面大狙也遇到了，强行追。 哇，买了个大狙，狙了一枪，但没狙掉电子哥。这样的话，两个人推 K 1非常成功。互相打头，但是铁门没出去，炸雷送分的波妹绝杀，搜不搜？近大远小，哇，但没打过，但现在电子哥也倒了，那这样只剩下他和大逼哥了。是的，对的，一个人占管道和 K 1然后 Simple 直接选择埋包。风这边，大逼哥先收过路费。 没时间了，急求宝枪了。啊！我出来就是点了一枪，就是针对妮可外场前顶，就跟昨天载武一样嘛。我就架个副，对你过来，我拿 AK 打你头，是吧？我们不拼。Hunter也在，哎呦，Hunter胖球直接架死了呀！是的，那这样的话等于是 NaVi 三个人就把 B 点站住，还下了包。哎，但是铁板方向摸过来了，背的没反应，打残了一个，可是包是一个 K 2包，随便穿。 电子哥打死一个，这边 perfect 能找好了拆包位，穿一下。这有些着急，即使没有真拆，但是都没混到人，所以有点慌。没血，血尼克直接被混死了。那这样的话没时。这局三个人就下包，还拖住了 NaVi 5个人的注意力。 让 Simple 和电子停，铁门铁门铁板，风就要出。年轻了啊！把这么打，肯定要被追。是的呀。啊，包被打掉了。15枪吧，15了，没打过 Hunter， 8滴血。大拉又是被阿玛尼克的大狙给架住，那这一分我觉得击球应该是稳了吧？是的。这个2打5，电子哥一打了，打掉，爆头对吧？第一个已经一半血了。是。电子哥不敢跟。 完了，电子哥没了，大逼哥得靠自己了。哦，两个，还有29滴血，输的多一点。铁门有一个卡的去牵制亨特，会不会这么做？发现有人在架，有颗火。哦，这边那个卡不退反进，抓掉了电子哥。三楼下阿玛尼卡被打在了火里，直接烧死。那 B 点还有一个 Nexa， 这边大逼哥选择一个人下管道，断住管道的。这个站位他不知道控制是过来人了，他要摸，漏了脚步。 枪管露出来了，下 B 哥断掉了，这个挺帅，被一波连胜。你看这哪里思路清晰吧？电子哥敢掰吗？他想的是下面没有阿玛尼克大狙，他敢掰，但是他遇到的是 Nico。 可以接住一个。 Hunter 那边也接住了一个 ，Simple 掉下来了。他看了一眼这个烟雾到底是怎么丢的，哎，放队友勾了一下，正好波姆姐已经来到三楼底，带到了 Manic， 隔着三楼上面还有 Nexa。这门让我大狙没空枪，没有开枪。OK，
算停了。看看机车手怎么反的。啊？哎，互相混烟做击杀。哎，这样的话，亨特一死可以打野了。但是结了，包掉在管道里面，这一把就很尴尬了。下面是妮蔻等。又是死。长烟闪没交好啊。白光没白到。崴脚。加的是 simple 的杀音区是外场，铁门过了一下，黄房拉出来，你再看黄房上面，哦，哎，两个人在双架被发现了，又是电子哥，外场别来了，真的克制不住。三个人，但是 Sneeko 被大 B 哥秒了。嗯，二打一，包匪已经进去了。Perfetto 掩护包匪，就拖时间，被顺境带走，一打一，大 B 哥这局就爆了三个脑袋了，躲到了弗利伯高位。阿麦克准备要再玩个锤子啊 ！Simple 小尾巴再被 Sneeko 逮住，完了，这个 K 一下去知道人多啊，但是 K 一有人捡，另外一边连接在反推，大 B 的直架直接收到匪金默认 bait， 三个人只能硬推必须被发现。下面三人组没得选了，现在机子，哦，大狙在说的 perfect， 把包围解决，再下跳，小黄狙没狙掉电子哥，遗憾，但电子哥五滴血，被波米直接选择埋包了，这边波米选择主动求变，拉过正面一波串烧，差点打赢，只剩电子哥五滴血，完了。被伤，黄房里面硬补枪，弗利伯哥也没人搜，正门也进来。出不来了，出不来了。第一个搜点是谁呀、啊？没看到弗利伯格位。横过来走，国美去吧。他是下管了。阿玛尼克从 K 那边回来找人，胖球先被抓。B 点 Nexa 已经先就位了。高人这么多，一个没换，背的倒是五、哦。Perfecto， 黄房抓机会也是带多了、哦。这边 Hunter。阿玛尼克还秒了，偷鞋偷铁板，大狙的走位，抬手就一枪头，好了，十六滴血了。下一把极度肯定是要钢枪的啊。嗯，好像没怎么杀到人的情况下钢吧，他们应该是主动反清，一个要走了。嗯，他知道对手回来了，肯定是不会打外场了。对，对面地主打掉了 Nico。但是有 Hunter 的 K2 换了把法马斯，这时候 A 给 Nexa 也得手，但是包掉了，是的，只剩下那，但是能够帮到胖球。嗯，换上 Nexa 来Jax 来摸，很遗憾 Simple 摘的是 Jax， 但是枪法还是 不太过稳。嗯，又看到了一个 Nexa 侧身 A1 掉了，但是正门顶上有人， Hunter 也蹭 Simple 的血量， Hunter 也被打掉。 K2 先打哪边？队友看 K2， 哎呦哎呦，光光两枪下包，三打二打二啊！可是包匪没放下 C4K 的门是开着，尼克又秒了一个，但没时间了。Perfecto 只有一把 MP9， 但是尼克他打了三打 V， 很多枪械这把，光光光三个头，嗯，吓人。再摇压，但是掉了两颗闪，电子开枪了啊，跑不掉。这时候想走外场，这样的话电子哥一个没换掉。Jax 走慢了 ，Nexa 选择要突正门，正好波波就没有架正门，完了又是一个侧身啊！回头 MP9 三枪反秒 Nexa， 还有这种事儿？四打三只能打 B 点。啊，抓到了，给了个侧身没把握住呀，亨特。那岂不是又得看 Nico 了？阿玛尼克在那边断 K1 的，铁板只能靠 Nico 自己来了。秒头哎，两边在勾，打掉一个。换位置，那边阿曼那个也断掉了一个，阿曼那个倒了，妮蔻也倒了啊！一瞬之间，那经济NaVi不就炸了吗？他们没存款啊！外场优弹有问题，缝非常的大，哎呦，太明显了这个缝。但是妮蔻的帅哥五三正在找三楼底的大狙，假动作 ，Max Hunter 推掉一个，被 Perfect 补枪补上，知道现在是还是一个双 A 站位，嗯。尼克也想来弹幕烟雾，抓到了 Perfecto， 但是包点还有 Boomage， 跑球进去了。对，他推到了黄房里，下
的，买了个美甲就被背着吹风机反杀，三打三，确定对面要转 A，perfect， 不过这个位置看到正门有人，但接你以后几个击杀了？我想知道，25个吧，应该有了吧，肯定有25个了。这局又杀了两三个吧，杀了仨。为什么 GQ MP 他 AK 老是架不住 MP9 呢？之前在黄方上 Nexa 那 A 也没打过 MP9。Simple 杀音，近点左边武器。哦吼吼，胖球武器也是准的离谱。他是被抓背身吧？这个位置，正好把电子给摸出来了。USP 还是不行啊。是的。三楼底地。把杀音，杀音，人们一枪。没有，被穿死了。只剩 perfect 250什么都做不到啊！反超比分了极速，开门烧二枪二环火，正门烟，黄毛头上电子哥直接被拉了枪线，刚好没头甲，下管道了，直接硬下管道的被他截住了 Nexa， 但是外场有 Nico 的截，地点是胖球，球能下包吗 ？Nico 从管道过来，在谁的后面东一脚，脚步不稳，没听到二打，时间拖的实在太久了，太稳了 NaVi 这把。忍住了，帮助这边NaVi有这个回防空间啊。是的，那比分又打平，铁门直接强推，外场电子哥又被Nico秒了，什么怪怪龙地洞，刀点 Perfecto 硬扛 ，Simple 打掉了哈。Simple 能想到吗 ？Simple 没注意 ，Beta 死的是 Beta， Simple 他跳下去了。是的，两个人都在包点，三楼Nico来勾，铁门 Jax 要出位置，直接拉就好了，来个偷袭。是的，反倒是给了NaVi机会。哎呦，电子哥又被Nico秒了，回来了，阿曼尼过来这强行推。法国做的吹风机，好的，秒掉了 Simple， 外场爆了。20秒钟的时间，这把极度打野打币，选择打倒，而且只剩下 Medic 36滴血，确定包点。哇，这 Perfect 一打一，10秒钟时间，来不及了，很赶，兄弟，我很赶时间，对吧？但因为匪听默认没人架，不知道 NaVi 有没有反推匪听，因为每次匪听 NaVi 都有做反推的这个一个动作，所以极度他们慌了。但是我觉得胖球看到的。Simple 解决掉了 Nico， 但是 AG 这把能不能顶住呢？电子哥今天被 Nico 秒了，他们有这个三位底。Nico， 哎呦，补枪好快！捡了一把 A1， 正好身上有大甲。我们解决到了 Amanek， 他从 Nico 太准，不敢抬，还要上去。哇！胖球过来接住了，还行，回来了。博明在哪？在烟雾里面混着，打掉了正门 Amanek， 再说这边包底有脚步。直接一个人解决了包点，哇，这五分连拿NaVi太关键了。是的，最烟雾弹混，没混到，完了，下去直接被接住。不知道管道里有个人吗？这 B 点大 B 哥手上是 AK， 哦 ，Nico 硬挨了一枪，开门换掉十，铁蒙了，34-16。Simple 外伤解决了 Hunter， 但是没啥用了这一局。队友杀不动呀，算了，胖球。他在往上顶，波米只一颗圣闪丢过来，波米就没被全白，直接带到了 Nico， 上来就杀掉 Nico， 4-5。完了 ，Nico 死了。你看这 K1 硬是不敢推啊。完了，他发现斐达厅是空的。但是波米选择要硬刚，被 Jax 带走 ，Bet 也来，抓他没打掉一个，捡包要死。拉住没截住 ，Hunter 带到了这边队友。等 ，Simple 也倒了，只剩电子哥了。电子哥这把在控制室 ，OK， 然后身法失误啊，稳着，突然NaVi稳不住了，这真打 A 呀 ，A 区重防啊，这把。好，电子哥先倒。是的，正门被推掉。没事，这把枪械业务啊，我们帮你们推掉。那没了，只剩个连接的 bit， 一个赛点。是的，有没有加时 ？K 一防守。Simple 要强行狙，哎呦 ，Hunter 刚走，还要丢道具，要他知道不行了，得去怼 Nico 了啊，他知道这边一被狙掉 ，Nico 肯定会提速，仓库有人冲出去，铁门封烟，胖球，完了，包圆了，Jax 也要掉，